做杰斯方面的一些这个从科学理论体系上的一个研究，这方面做的多一些，因为我们就是精准健康管理协会，而且我们这个专家都是全国最牛逼的大咖，那么我们去推一个产品，它不仅就代表一个个人，它实际上是代表中国在健康管理领域里头最顶级的这么一个组织，他认可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产品系列，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去参与一个什么事儿。但为什么后面我们还是决定把杰斯这个产品纳入我们精准健康管理的一个推荐产品呢？我们主要是基于三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我们觉得杰斯整个的这个细胞优化理论体系，它是理论基础是扎实的。而且呢，它这里头所有的产品呢，目前产品并不是太多，但是每一款产品呢，它的研发这一块的力量呢是相当强大的，相当强大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它的产品也不是说一推出来马上就到市场上大面积推，它都经过了小试、局部地区的一个测试，得到了大量的反馈以后，才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推广。那么这种做法也是很严谨的一个做法。其次呢，我们也挑选了一些典型、代表意义的一些符合我们精准健康管理这些的一些这个我们叫做亚健康状态也好，叫做亚临床状态也好，叫做慢性病也好，我们选了一些案例。那么这些案例呢，充分显示了杰斯它能够起到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作用都是杰斯的，但是至少是杰斯在里头参与。你比如说讲，我们最近在做系列的这个针对糖尿病的一个研究，糖尿病。那么我们发现糖尿病呢，在这个传统的搞法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基本上这个该打胰岛素就一直打。就是只是强调你控制这个生活方式，控制吃，管住口，迈开腿，然后呢，这个再继续的按一足，它也确实能够控制，但是呢，它要恢复很难很难。那么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这个效果呢也都是不是太理想，但是呢，我们当尝试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干细胞疗法的时候呢，取得了一个比较惊喜的一个效果，干细胞疗法，干细胞糖尿病这里呢，它的有效率高达90%，